阿离哥哥，芷烟，当日山门前一别，不想这么快又会相见。是啊，只不过这次又是生死攸关的时候。 芷烟，剑仙复活，此间事宜皆是我剑心门。苍灵哥哥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这件事情也怨不得你。要怪，只能怪这命运使然。你也别再责怪自己了。凤山，一切小心。 你也是，小侄女，，哦，小侄女，万龙门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芷烟，一切小心。 陆昭瑶只有一个，可你知不知道，紫玉也只有一个。昔日的主仆，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叙旧啊？ 那，你们继续啊。林姑娘，方才她说，陆昭瑶只有一个，你真是可怜呐。在这里惩罚她，未免太便宜她了。你也不要坏了我明日的大事。 多年前，我宗门曾擒你于封魔山，我因伤重无法前去，蹉跎了太多的岁月。如今终于重回正轨，而这一切波折了太多了。李沉岚，你是万死不得泄其罪呀！ 等我。季羡，凤山内外的阵法已经布置好，只要陆昭瑶敢来，必叫他有来无回。好，明日。
必定将这二位魔头彻底斩杀。明日我去凤山，又将是一场恶战。今晚把大家叫来，是让你们离开万路门，保住自己的性命，这样我便无后顾之忧。不行，平时门主叫我走，我一定会走，但明天不行，必须走。可是门主，十七，若宗门还尚存良知者，必不会让他进仙作恶。但愿如此。赵瑶，你能为这一分机会拼尽全力，我们也是，所以以后不要再说让我们走的话了。明日我也会带李雅子前去，不仅是助陆门主一臂之力，更是还宗门各派一个真相。多谢各位。门主，千真阁弟子素颜求见。快请。是。看来我们又多了一分机会。陆门主，师兄料想你明日一定会有所行动，命我赶来，便是想与你一同前往凤山。师兄心系阁主，已率千乘阁弟子先行一步。对，明天还要把秦剑贤救出来。诸位可有谋划？这个时候谋划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女魔头，你的六合天一剑现在还在洛明轩手里，明日交付，你还缺件像样的兵器。我的兵器就在凤鸣殿外。各位宗门门主，弟子，我金仙洛明轩今日奉天之命，在此布下除魔阵，以除魔王之子造福天下苍生。金仙圣明。你仙仙说你把司马，不是，你仙仙说你把秦仙，不是，他们之前说把秦天贤大概软禁在这个后院当中，我找了一圈没找着啊。你这一圈就在原地绕了。十七，王佐。王佐，王佐。往右，你又绕回去了。右，是这儿吗？司马荣，这有人守着，快去看看。好嘞。有结界，司马荣，这有结界，秦天贤一定在这儿。十七，你动作轻点。大美人，咱们走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这外面还有结界，我是出不去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教你一些法术，你来试试。好，你说我来。厉尘兰，一为魔王之子，此为原罪；二乃万路门门主，是为危害苍生之罪。
三徒南岳教，兽性难移，残忍至极，四荡剑心门，派锦州百姓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如今又为秘术残害虚宗门一门，其罪当诛。欲加之罪。临死之际还不知悔改。剑心门门主到。柳苍灵，你们来做什么？虚宗门一案与厉尘兰并无关系，杀害江门主夺走秘术将虚宗门灭门的人是你，洛明轩。柳苍灵，你休要在此胡言乱语。我有人证，虚宗门幸存者江门主亲传弟子李雅子。我师父和顾师叔还有虚宗门上下的师兄弟们都是被洛明轩所杀，是我亲眼所见。明轩，你要当众杀人灭口是吗？金仙，还望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唐玉，你到底站哪一边？我站在真相的这一边。
真相就是骆明轩他才是真正的魔。陆昭瑶，你果然来了，不过这一次你救不了他，也救不了你自己。哼，救不了自己的是你。你带李雅子先走，走。李雅子，我们走。哪里走？屁放完了就想走，老子还没答应呢。爷。明轩以为妖邪，青音阁弟子听命，随我共诛妖邪。是。看来唐阁主是要跟我们做敌人了。我不行助纣为虐之事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锦绣，你怎么来了？说了，这次要与你一起。好，那就一起受死吧。凭什么与我斗？
家务报仇的。掌心，他弱点在掌心。是你们奉为宗门之首的金仙，这就是你们要的真相。相由心生，骆明轩，你露出的真面目真是丑陋之极。今日该被审判的是你骆明轩。赵阳，
洛明轩的力量竟如此霸道。这是成大道必有的面目，那我就该是这个样子。我所受的苦难，来日将成为照亮众生的光。所有牺牲，皆是为了成就大道。今日的殉道者，就从你开始。错，堂主，堂主，不要，小云云，不要，锦绣，你作业所提之事，不要，我本想答应的，现在怕是做不到了，不要。不要，在这有生之年，终于报了你的救命之恩。小月月，不要，你那么爱，这一刀青丝。小爷爷，洛明轩，你丧心病狂！无情无欲，方成大道。若是无情无欲，要大道有何用？门中弟子和青音阁领命。是。
与我共筑妖邪，不胜不退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就都身殉大道吧。车友快走。直言，带人走！可是你走啊！走！呀！殉道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为我的信仰而殉身。不，哈哈哈哈哈哈。